妈妈妈妈 ，Hello， 老师好。Hello， 老师好，我来了，妈妈。我啊，这还要选 A 组 B 组啊？那我是 A 组跟 B 还是 B 组？ A 组。我是 A 组。啊，这么正式要再来一遍？为什么？你们节目组果然是我们节目组，套路好多。你假装坐着说怎么没人啊？你说没人。我要很无聊的待在这里。点脚点脚。好孤单呐、啊。会是谁呢？会不会有人？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来了，只有你一个人。对。可以的，小段段。那些人是什么？那些人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哎，我怎么回事？你们没藏好。你们记得我当时说什么吗？我说对手有可能是段奕璇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结果真是。我本来想去十面埋。